了。你是谁？可是人家两个都是男的。没有啦。是吗？宝贝是怎样？我左边是青色，右边是蓝色的男生。哎呦哦哦，我选什么你就会。宝贝要哪一个？宝贝。这个吧，我选择这个吧。嗯，我的头发翘起来，我的是前面翘，你是后面翘的。看不出男女啊，主要是。我觉得是男生这样的，这样，两个都是男的，要搞基因吗，宝贝？没有可能，没有觉得。嗯。诶，这个。有没有看到字啊？有。嗯。幸好放中文了，啊，不然英文我都看不懂了。没有，嗯，主要是中文我也不是很看得懂啊，我也是也感觉很像很认真，你懂吗？嗯，他在叙说故事的感觉，他本来就是在叙说故事。Pocket Monster， 帕克梦 ，Pokemon， 帕克梦，精英版，对，我很久以前的，好像我玩的时候都已经红蓝版了。红绿版的，就再也没有这样玩出来。那个冬天，那件事，每次想起来就放心。再不想其他的。应该这样子讲，就是宝贝就是我那一个朋友，你跟我一样啊。嗯。动了，我们可以对吧？嗯，不能啊！你就是我们两个在玩 Game Boy 吧？不行啦，宝贝，不行啦！干嘛？你不要用这个声音讲这种话，可以吗？好点，你有修嘞？你竟然用卡比兽啊！卡比兽那个飞飞那个不能把被动，那个很强哎、欸，那个不是神兽，但是它比神兽还强的感觉。嗯、你是玩有人抓就可以用它 ，Body Slam。要不要新的 Pokemon？ 然后宝贝，那故事是我安你才过还是什么的？你安我会过哦，所以我不安宝贝的，跟我看的哦，一起看的。你不安我也可以过，就我自己安哦。啊、哦，现在只想这酒吧还蛮好的。哇，离婚了！哇，宝贝是有钱的嘞！哇，钱是不缺的。可是爸爸妈妈对宝贝没有兴趣。可是我是个穷逼啊，跟现实一样。Q 我那个脚。对呀、啊，前后齐。哎呦，王江后面要去上那个三个顶关。哦，高大的石像。
姐姐你先回来了。没有啊。哦，有这些地方。他们新加坡很早放假，我哥哥也是回来哟。对呀、啊。要折断他的。Hello。嘿嘿嘿。Hello。谢谢。给你和你的女朋友。哇哦。什么什么？巧克力的。哇哦。Skin everything。包扎好。包扎好多嘞，等下宝贝，等下等下，你快点。烫头发。烫头发来。哇。冇啦，咁就烫到，等我等一下宝贝，烫到好似有啲似海胆咁嘅啫。因为呢个咩系咪嗰啲咩，平时会。人我朋友講嘢，佢會講多啲，啲佢哋講嘢俾我，我收到係啦，係咁樣。好似做主播咁喎。是咯，你這邊就插一個 cam 咁。插一個 cam， 然後這裡掛咗咁。掛咗光圈咁啊！可以做老盧。之後我冇啦咁。老盧。之後。老盧。老盧。之後買一個高啲咯，因為而家我咁樣講先有成。咩開頭冇買高啲？因為呢個係平平地嘅，平平地嘅。之後買一個 stand 啊。歡迎翻嚟，歡迎翻嚟，恭喜發財！唔怕呢啲啊！回来啦，宝贝。嗯。Sorry， 宝贝，我姐姐回来了，还送给我饼干，还有奶茶，宝贝。奶什么？啊，姐姐买饼干啦，还有奶茶给我，我感觉饱。为什么不能真饱？宝贝，看你闭眼。啥？哦，来继续宝贝。真的没事。宝贝已经看完故事了。没有啊，我在等你啊。哦，你 unspace 看一下我这里会不会走？哦，会耶。嗯，会的。你按我这边会走，我按你那边肯定也会啊。我们离家出走吧。离家出走。哦。说了哦。不错耶，好像是这样讲，去远方，去多远？
要冒险的这个是吧？嗯。去三口机，还是其实这个 game 就是我们一直按 space。啊。啊。只是看剧情吧啊。哎呦，应该开始来打横了这样子。如果做狙击就很奇怪了，这种画风。嗯。哇哦 ，cute 嘞，白白宝贝。当然危险，很危险。我还以为要离别了呢。平时挺老实的，这个其实他是挺积极的。电话是是啊，我们要去把那个石像推掉，推倒它。嗯，然后弄烂它应该是。你看我的头。你的头跟我的头一样哟。哎呀，也会爬的哎。像如果，哎呦，宝贝已经走掉了。对啊。哦。没事，我你以为我死了，并没有。嘿，嘿。不可以跑哦！哦，不能，要把那个东西搬过来吧。哦、OK。他们有教学了吗？好像是讲按说不知道什么东西 ，tap。嗯。哦。哦 ，Enter 宝贝。我，这个我按 Enter 没有用了。你按。哦，它只能推。哦。都是推，可以拉吧，可以拉，按着，你要按着 end。Let's go， 搬运工，他可不可以调去别的按键呢、啊？可不可以、哦？那我放手了，他就滑下来，不可以。
哦，要放两个，一个要这样子，然后苹果。飞过来，飞过来，我看一下可以挑那个什么没有。可恶，不能挑。我还可以消磨时间是这样。来来。哎，它会生的，宝贝，我觉得。是。那我感觉不会了。拜拜。不会哦，要一起走哦。哎，来，宝贝，一起走，我们。来，我们数到三啊，数到三就走了。一二三。哎，两个人一起走也不能。我想一下，可能是这样，宝贝，你看。你不要走啊！你不要走啊！你用走的，我用跳的，很像，比如说我现在一跳跳到第三格啊，你就不要踩第三格，你就走到第二格就开始要跳去第四格。不能我先开始走，然后你快点跟着我。讲哦，你是这样。一 ，OK， 走，还是不能。游泳的，我变鱼了。试下我那一招，宝贝，我用跳的，你用走的 ，OK？ 然后你走到第二格，你就要跳啊。OK， 你看我站着，我是看我站着哦，它会不会融？哦，不会耶，不会耶，你可以跳，你直接跳。哎，宝贝，我觉得你走掉它，你是要走去第二个。我走掉它就会融了。试下看，慢慢走，走吧，走吧，慢慢走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拜拜。表演。我觉得你慢慢走，然后才到我慢慢走。OK。OK。小心翼翼。我们的冒险啊，在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们。两个人兴致勃勃，然后结果溺死。可以，我觉得得，你不要走先啊。我不跳。对啦，然后你再过来，哒哒，感觉他是一个人可以直接走完的，宝贝耶，不可以举手，我可以这样啊，哎对了，可是他上面有路哎，上不去啊，我们也，哦，这个嘞应该是啊，哦，宝贝，我在这里，我，你站，我站，我跳，哦，然后嘞。然后你要把那个丢下来的。可是我觉得丢下来就会这样的吧。然后我再爬上去。一个石头哎。超级简单的解谜，哎，这个也是一样那个嘞。一个人在下面吧。我们从下面只要我们从下面把这座桥撑起来，它就不好爬了吧？怎么说？撑起来怎样撑呢？怎么说呢？还是没有 idea 哦，这样撑起来。OK， 你把它拉过去。我是想着放在那个石头上面。宝贝，我懂了，应该是这样。你看，我要跳过去。啊，我撑住了，宝贝可以过。可是本来一个人就可以过的，不是吗？可是这个可能不一样哎。你讲过。我也不懂哎。你看我过了哎。你过，你应该也通过。他妈的！这个东西哦。结束了吧？我游泳给你看。懂了，宝贝。因为有啊，没有，因为你要运东西，宝贝。你看，我懂了，不用抬下去，我可以撑住，来。因为要运啊，奇怪，它不会掉下来的，宝贝。这还有爬树的，宝贝。那你
可以爬的。跳起来，我们跳起来岸上。会死吗？哎，会耶，这样，拜拜，宝贝，是啊，靠背哦，真的是啊，我们的冒险由我跌死来结束，你跳上去，宝贝，你上，对，你上，你上，你给我上，好，给我上，嘿，然后我嘞，不懂，你直接这样跳这里，你直接站着也不可以哦，放空跳，嘿。宝贝上上上去吧，宝贝玩。怎么？不可以！怎么跳？你跳，宝贝跳。跳过去右边。宝贝去。哦，你要推过来啊！哦，你要。可是它那边有一个凸起来哎，我不能过。我觉得宝贝怎样都要救我，但是要怎样救？哦，宝贝，我懂了。你放这，我要掉下来的地方。对。哦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我不用哎，你要接好我哎。你靠边一下。OK， 来。耶，宝贝，个脚。嗯，耶耶。来，宝贝。宝贝嘞？宝贝断线了吗？就我 kiss 一下就没了，脸很红哎。虽然我也是啊，好没。哎 ，Hello， 我们的冒险结束了吗 ？Hello， 你的脸比较横的那个线，那个放比较像那种玩 Game Boy 很早的女生吧。溜喽，拜拜！还真的溜了。宝贝，你要吃龙脊？可以。你家人不是叫你做龙脊啊？怎么你嘴巴塞东西了，宝贝？我没有塞东西啊。哦，没有啊。咋办呢？哦，对，宝贝，对了，宝贝。跳过去，来，一二三，拜拜。他不是讲过？还没有方法了呗？怎样办，宝贝？哦，不要给他掉下。它自己会掉了。哦，我是要跑啊。OK， 可以，宝贝，你要在最满的地方跳。对了，宝贝 ，nice。嗯，很多个，对不对？来，宝贝，嘿，嗯，上喽。这边要怎样？哎，宝贝。
边的话，我要怎样？你要撑着，我撑着，然后你把那个东西搬过来这边，这样子我就可以从那边上来了。嗯，哦哦哦哦哦，要往哪哟？来，宝贝，你先上去左边。哎，你再丢，你再丢。哦哦哦，给宝贝自己用啊。哦哦对。嗯。我忘了，忘了，我也忘了 ，sorry。怎样？OK， 给我懂了，easy。下了宝贝，太高就跌死了。嗯，应该是不能，应该是从这边。宝贝上去玩了，宝贝。没有区别的啊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哦，说爬不上斜坡、哦，所以这边喽。哎，哦哦。哦，宝贝，我这样子，我们要踩上，踩踩着，然后下去，然后 OK， 来，放手先。哦哦哦哦哦，是哦，我还想这里爬，我被聪明了。是啊，这里有多一个。这个要给它下去。啊，出来一下，宝贝。嗯，然后我站这里，然后，嗯，宝贝呢？累了。Go。呜。Good job。简单呐、啊。一击，下面不敢去。OK， 压下去。哎、欸、哎，宝、啊、贝、欸，我们还没丢下去，我来陪你了。我不知道他这么，我不知道他这么高，对对对，玩这么死角，你要先丢下去哦。有点粘锅笼了，人家飞锅笼，人家掉下去死掉了。不要再回来了。这个哦，准备好了，一起来呀！一二三，跳！啊！你飞一个月人来。是哎，拿宝贝去，宝贝。我有 idea， 喂，你的工作就是把全部那个桶丢给我。哎，好像只是把这一个桶给我，喂，只是这一个，另外一个你应该拿不到。对对对。
会不会压死我了，宝贝？乌龟吧。试一下看。哦，不会哦，我这样硬哦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哦。哎，我还可以再上来。你看我追到另外一边了。哦哦。你要丢给我。OK。来。有吗？哎。哎。Sorry。我跌死了，宝贝。等我，等我，到我过去给我玩这个，宝贝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很容易死啦，这里的生物太差了。你本来就是人类呀、啊。也是，而且是小孩耶。啊。哎、欸。会爬树。到了，是谁设定把这个 Enter 键来按搬东西？我也是，因为你不是用 Controller 吗？也是哦，是哦，难怪啦，哦哦哦，因为 Controller 也是 A 跟 B 还是什么啊？它是 Enter 键来的吧？哎、嗯，怎么都拿不起来哦？哎，可是这样的话，我怎样过去？哦，宝贝，你可以不可以？呀，这个肯定要这样了的哦。可是我这样下去，它就掉下去了、啊。等我想一下，如果我下去一点，不要被旁边宝贝，宝贝跌下不痛，会不会死？就很大几率死。可是如果翻下来哦，我这个丢下去就掉海了，宝贝。搬去海哦，我这里没有地方可以搬了。啊？对啊。我再过来。给我们下来，难道？因为我感觉你会比较把风景出下。嗯。OK。想踢我被想踢死掉。笑屁耶！哎 ，Sorry，Let's go。看一下右边有没有路啊？哎呦，奇葩，有路，但是不是人家装。觉得这个怎样都要拉下去看掉，没有 idea， 就这样丢下去。它进水了，所以进水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宝贝就可以，哦哦哦哦哦。哎、哦、哎、哦欸欸，我去哪里？哎，我等一下啊。哦，下按下，宝贝按下。哦，然后这里丢了一粒，然后我这里也丢，这个不能丢啊！哎、欸、哎，哇、欸、哦，操！你他妈的你！我这样丢我也得死哦！你他妈的 ！Sorry， 你才过跳伞！我以为可以下来呀，黑宝贝！明明是死的，哎呀，很弱啦，真的，又不可以强化我，哎呀呀！是一定过，能过什么？嘿，那、啊，嗯，
女。推你的宝贝，怎么走开？你让我感到压力。屁啦，压你妹呀、啊！来下来，哎，是的，不太懂哎，我这边是要推下来的。接下来难道不是铺多一层？难道你从你那一边做那个线下来不能吗？这里啊，宝贝。啊啊！我这里下来呀、啊，我再掉下来会死，我觉得。而且我现在不能下，因为没有枪支可以给我上。我看我拿多一个箱子去的话，你会不会就不死了？嗯。可是他箱子好像不能叠的、欸。是吗？还是有 idea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是刚刚拉下来的宝贝。我觉得你应该要直接挑啦。哦，拜拜。是呀、啊。我觉得哦。不是我伤势。嗯。哎，你可以过来。等我一下啊，我想不到哎，过来啊。可是你上去过后，你除了推下来还有什么？打关了，这个绳子只能用一次，然而肯定是下面这个人用的。箱子的话有一个水，什么情况掉下来不会死？在这里，我试试看啊。我要先过去，然后我这个 idea 了，就是这样。你可以拉那个左边那个摄影师下来，宝贝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操哎，卡 bug 了，拉不动了。No， 他自己爬上去。No， 不要爬上去。啊，看到吗？嗯。这样子就两层了，宝贝。有关系？有啊。你会死到比较痛。我以为可以耶，宝贝。很奇怪。啊，我
我已经想到能想到的都想了。这个可以这样吗？如果可以的话就好了。OK， 不行。哦，我懂了。嗯。我懂了。你给我看这女人。你外面的觉得你不错。没有。然后我这样子，你不要动啊，交给我。See ya， 拜拜。过关喽。啊？啊？开玩笑啦，放我一边。哎呦，我吓到我，以为我死掉这样子就。然后我，你看，你看。啊，看到吗？看什么？来，宝贝，推下来。我推下来。嗯。这个啊。对。这个戳我丢。然后宝贝下来。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嗯、给我躺好，女人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变脸了。哦。哦，哎，没有破盖啊，对。哦，进去行了，宝贝。有股臭味。有股臭味啊。屌你啊，是 KDM 的外老味啊，屌你啊。哦，有路死了，那是森林的残酷啊，应该是森林的小路。嗯，该不会后面有老虎追我们吧？还要抽筋点看被那个路感染了啊！这个伏笔很大哦，这样。对，这么我这么我。嗯。恶心，那是肯定的。嗯、我的头。哎、欸。啊！现在就已经感染了，宝贝。啊！结束了。啊、是卡带了吗？哦，耶！这什么东西？猪啊，宝贝。猪？嗯。猪有三只眼睛。变形猪。它里面是鸟啊。它在救我们，宝贝。UFO 哎哎，我们转身了，宝贝。好痛！我们转身了耶，哎。他我变成一只机器人呢。鸭子。啊，宝贝看到了鸭子吗？不是。I don't know 哎，这个哪一份像鸭子哦？像吗？比较像机器人啊，宝贝。不像机器人啊。像啊。不像啊。那种飞飞的机器人，一个熊，一个鸭子啊！啊，怎么我跟你看的不同啊？啊？嗯，我跟宝贝看的应该不同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特地的应该是。然后我们互相看到的东西都不同，来考验我们的默契。这种是什么？应该是。然后等，我们是到异世界吗？嗯，异世界。是你的外星，不是只有你变得不会的吗？我也很会。他在抓玩家心态啊，就我会讲，哎，宝贝，是像机器人，然后你就跟我讲，没有啊，像鸭子啊。然后那 developer 表示，被捉弄到了。
然后你有两个那个什么跟着你的吧？你也是有啊。啊？为什么我看到我没有？宝贝有两个螺丝跟着你。我们被什么呢？脑袋出问题了而已耶，宝贝。只是我的脑袋出问题了而已，那太好了，也不好吧？不太好吧？宝贝，宝贝的头有问题啊！你才有问题，你有问题啊！你有问题，你有问题，你有，我没有。这又不是游戏，还有没？Oh my God, bless you! God bless you! Sugar bless! 你不可以吃我 ？What?Oh my god！ 哦、oh, ，宝贝应该是有问题啊，喂，还是还是鸭？我是鸭子，你是熊，所以我就讲你不可以吃我。哦，哦，这样恐怖的吗？这个游戏？我看到的是什么一个宝贝？我跟你都是机器人，我的是……我拍给你看。OK。拍 Discord 给你，诶，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？My God， 这也太……这游戏很恐怖哎、欸！喂、我是熊妹、欸、喂，我这样很善良的熊哎、欸，我感觉到剧情啊，宝贝，后面我会吃掉你、欸。啊！可是我在这里看哦。你比较像插座，我像插头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难道我要插宝贝啊？干嘛呢？喂喂喂！哦，宝贝，你猜？拜拜！放手，宝贝！你上去了，跟我讲。看看 ，Hello， 人。果然宝贝选绿色是对的、啊，你选这个蓝色哦，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很恐怖的。嗯，很恐怖哎。就很老旧的一个地方 ，ancient 那种机器人。来，宝贝，猜。OK， 放手。OK， 来。我的画面就很温馨的画面。是啊，他特地的一定是。哇，哈哈，你我是你呀、啊，你我是你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只有你才会做这种事情。没有啊，没有。没有东西拆呀，宝贝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哦，我可以搬东西。哦，我懂了。来。哦，我懂了，宝贝，你踩着，你去踩，踩杆那边，我给你，可以了，宝贝，来，难怪那些人评价这游戏很好啊，有原因的，一定有那种很屌的剧情。想不到的，想不到，这是怎样呢？走啊，走啊，去对面啊。然后呢？问题是我去下面也不能要怎样呀？你踩楼下，你给我下去试试看。OK， 放。这奇怪啊，这里下面有一个风扇的宝贝，你踩一下。我都上不去啊！你看这里有一个、啊，上来我上来。喂、欸，这么近？哦，哦，你下面有一个按的钮。有吗？哦，我踩的这个有。哦，你给我上来，宝贝。然后你，哦，懂啊？你过来，你放手，你去对面那个踩上去那个。
快乐宝贝。哎，哦，你宝贝来哪？去宝贝。哎呦，我以为我要被压扁了，宝贝。Oh my god， 我以为那剧情已经开始了。哎呦 ，no， 宝贝放弃我了。拜拜。你要来救我呀？这样子，宝贝。宝贝 help。宝贝 help。No。什么 no？ 嘿嘿嘿嘿。哦。我丢了一个东西下去有用吗？你夹，你丢那个东西会踩着我那一个东西。问题是你要来救我吧？我将救你。你下来踩那个东西。是吗？你下来踩右上角那个东西。是吗？是啊，来不然呢？我上。你以为我骗你哦？你看你已经在、开始在踩了。我是个很乖的熊好吗？不是这个，宝贝，右边那个，右边那个，右上角那个。对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宝贝踩给我上来。对了。给来。嗯。哦，我要哪？我哪去了？不懂。哦，不能哪，不能哪，宝贝来吧，来吧。是这边吗？那你上去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要把那一粒东西拿下去，你要下去跟那一粒东西放在你踩那个下面点那个。哪一个？你下面那个右下角那一个，你放个给他什么了？哎，才会这么你跳哦！我忘了，我以为要下去了一段。哎呦，是要下去，但是我送你下去。哦哦 ，OK OK， 送我下。宝贝可以下来了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东西放好给你，你就要把它搬去那边 ，OK？ 我要搬去哪里？现在你踩着那个，现在你踩着。哦，懂了，宝贝，我懂了。我可以不用去救你。妈，我习惯你刚刚讲走了，妈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操，臭宝贝！臭宝贝是你。嗯，是你。很多苍蝇飞出来了，宝贝。先走。拜拜。哎，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你头上两个螺丝。我之前看是没有。嗯，应该是你那看不到了。宝贝上得来吗？不能不能，人家不要做一个东西。OK OK， 我找一下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一个板，我一个银子。宝贝弹到一次。因为它弹哦，它不能什么的，它不能停。哦。宝贝抬过来，可以抬过来。走、哦。喝水呀、啊，宝贝。不管，我相信你。大胖子，好吧，我大胖子。你可以走啊，你可以走啊，你。哦。Let's go。然后，那我要踩给你。哦，宝贝，快。哎，宝贝。
你还是壮烈牺牲的。有。No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把那一头不知道什么东西搬过来的。哦哦哦，我们然后要摘。你应该知道我刚还是掉哪里了、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边。可是，哎、欸，你不够过来耶，宝贝，你要跳嘛？头掉错是吗？你是在看？好肥！喂，很重吧？操哎、欸，坐高我妈妈的。会哟、哦，哎呦！我不会。妈的，哎，手里阿弟，手里阿弟。我跟妈妈讲。手里，手里阿弟。来，过了耶，这样新地方不懂哎。好吗，海明？为什么有这个风扇给我？哇，你可以，我站在上面推我呀，来。不能动。好。那么肥吗？对啊。屌呀！你趁机要讲。我会被吹的，那边这里感觉你不能搬那种，但是你能给它吹过去。吹不到，它上不去。哎，好像也不用吹啊，把被吹过啊。嗯，上面要踩那个东西给它停，难道？啊？怎么回事嘞？跳去右边，准备一二三跳。OK， 不能。嗯。哎、欸。跳不上哎、欸。如果你是你的人过去就好了。我能过去 ，OK。可是感觉后面会用到 ，OK。啊，对。啊，你看这里要用到。我这样来，我这样来，这样两个人都踩吧。我踩上面那个看。哎、欸。哦哦。哦，懂了，宝贝。走下去呀、啊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石头，等啊等啊，宝贝啊，你走左边看。我不能走，我走左他会看我。OK， 宝贝推右一点，推右一点，然后给他自己飞走。宝贝，不要跟着走。啊嗯、风很大，我知道吧。不可以推太多力。所以我知道了，宝贝，推优一点，推，然后放这，然后宝贝去，然后我也去。有了有了。OK。拜。宝贝也可以吹走了，宝贝也可以被他吹，不用怕，你一个人吹可以。刚刚是因为有那个箱子。它是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，一个人有。哎、欸，这么强 ！Still， 哇，这种很古代的那种 ancient 的东西，我跟你看到的画面感也不同吧？还是一样？我看到很多那种蓝色的光。不知道怎么用。哦，跟着他右边下面看到吗，宝贝？啊。我踩呀、啊，我踩。然后宝贝过，右下角。
然后你再找那边的线索给我过。它是一个人的形状。OK OK， 懂啊懂啊。一个人，有手有脚。有了，宝贝。有吗 ？OK， 有，我走啊。然后过后等一下，然后它是一个三粒东西的。OK， 找到。这么有一个像古墓的，你回来看。有了吗？有有有，我过了。OK， 现在它是一个 A 这样子的下面，然后上面有一个两个眼睛的嘴巴。有 OK OK， 等一下 OK，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像炮竹这样的一个 cylinder 的形状啊。哦，能两个一起按吗？这个两个？OK OK OK， 你找到那个吗？你找到那个吗？我试下查呀，宝贝。这个吗？不是不是。快找吧。炮竹啊，像你在古古本那个、你的。不是不是，它是 cylinder 的形状啊。cylinder 的形状，这个啊。啊，不是。一个吧，它只有一个形状。哎呦呦呦，宝贝，我电死。哎。没电死。定位很高。哎。那个就是那个。那个、看到吗？那个第三行最右边的那个。哦，那个最上面这个。啊。这个像炮仗哦。第三行。第三行是这个啊。就中间第三个。哦。中间的右边第三个。这个。这个对。这不是月饼啊，宝贝。啊？这不是月饼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不懂啊。没有啦，宝贝，我们再来。不懂会不会一样？应该是一样的、啊，我觉得，一样一个人，然后过后嘞，他是那个三个的，我差点有点死了，什么？然后过后就是那个 A， OK， 然后过后就是那个月饼，讲的月饼，等一下，先不要踩月饼先，先什么都不要踩的，好 ，OK， 你踩月饼。浪费啊。OK， 好的。然后过后你采一个看起来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，就那个东西。不知道宝贝。就那个东西。我采的宝贝。你没有采到。啊？好像应该是下面那一根哦，这样。看上面那一根。好。OK， 走了。哦，这是另外一根古古的啊。有吗？它是一个像人的形状，但是没有手了。OK， 在上面左上角，等我啊。小心，不要再跌倒。OK， 有吗？有的。哇，如果没有。不会，它是一个，也是一样像那个东西的。OK， 这个了，最后一个。最后第二个这个。OK， 然后它现在是一个像三明治这样子。三明治吗？有吗？来啊，然后有一个箱子的东西。箱子的东西啊，没有耶，你那边应该有。不是 ，I mean， 他给我拿着一个箱子吧，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。你不要吹，我在三座上面。OK OK。你按那个倒过来那个顺序，就你刚才按什么，你再继续按。OK。按它。你怎么要考我的能力？呀！对吗？呀！太大声！我现在发现。OK， 你可以什么都不要踩啊。OK。然后过后你按那个没有两粒球的，但是像那个东西。这个、啊。不是哦，找找看，这个、啊、对吗？不是 ，OK， 对不对 ？OK，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，OK， 对呀对呀，没有两粒球，可以不要踩呀 ，OK，OK， 然后过后那个月饼 ，OK， 走啊，有了。一下子啊，OK， 你可以放啊 ，OK， 过后就是那个 A，OK，、okay.
吗 ？OK， 你可以打开啊，可以。然后过后就是那个三个，可以等一下。OK， 然后就是那个人。OK。有手了。OK。OK， 可以放了。OK。然后就是那个哦，回来了，宝贝。对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宝贝，推过来。如果那个时候给你压死，我就会把你吧。把不了我，宝贝，过来，宝贝。这推过来是要干嘛哦？哎，塞这里啊。哦。嗯。来 ，Let's go。那我头这么长，就为了要塞那边。对呀、啊，阿伟要塞那边，我。对呀、啊，宝贝。哇！我原来宝贝自己经历了这样多大战哦 ！Oh my god！ 对呀、啊，上下左右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不敢乱来啊，乱来就被屌了。哎呦，如果掉不对又很像会死啊，感觉。谢谢我的老公，能者多劳，指的就是你啊！哎呦 ，God bless you！ 宝贝还好吗？欺负我啊，就是因为没有啊，你怎么欺负你？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有，没有，不要乱说，宝贝。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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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哎哎、嗯，我有什么？哎哎哎，这样拜拜，宝贝，走先。哦、我会不会哦？肯定是对的路啊，宝贝，信我。有。哦。啊？哎哎哎，原来、欸、原来他是这样子的视角。我的。我以为也是死路，宝贝。我们弄了啊，差评。哇，你的视角恐怖吗？恐怖也这样。我的声音听起来恐怖了。声音？嗯。是吗？怎么说？对，就只是声音听起来恐怖。哦，他没有吓人呢、啊。喂，什么？你们觉得我们讲的不是一件事？可是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了，宝贝。怎么说呢？喂，有人嘞，宝贝，有人，我来了，是那个猪吗？好像是那猪哦。回去吧，怎么会在这种？喂，宝贝，跟我看的又不一样了。我看到是狮子。我看到也是机器人。拿啥给牙呀？没啊。没啊。有没？你们？有东西坐去坐先啦，宝贝。没事没事。等等，不用紧啊，去啊，不然你姐姐要回来了。嗯，不懂。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跟你们同龄的男子？我觉得还是他们都是我们的父母，宝贝。还是。啊？还是他的那个孩子是那只鹿？哦，那鹿是真的人来的。哦。宝贝 ，Big Brain， 这样就对喽。然后我们下刀有幻觉，哦。可是他们走这条路来，怎么会看不到他的儿子、哦、被吃完了。这个是妈妈，不用看了。你叫我怎么冷静？当然能冷静，什么意思？这还能吃什么？反正你，你还剩多一个就好了，你觉得？剩多一个就好了，他一定是这样讲哈。嗯，这家伙怎么回事？爸爸妈妈都在担心。Oh my god， 宝贝，这样那个猪是熊，因为熊看到躺下的就不会去。哎，也不对啊，这样奇怪。啊，要分开了。宝贝，是不是全世界又来了？我好像他跑慢嘛，不都是这样？嗯，全世界都在咳嗽哎，现在还有，嗯，这么有麦啊？哎，哦，什么意思？讲我们不可以讲话。嗯。哦，应该是声音会触发怪物。
I have no idea。可是他在里面都不能开麦的啊。哦。没有那个麦的东西。那我不懂哎。他突然间那 icon 出来了。妈妈。不是刚才的那个失手开了。都管闲事，看看。哎，怎么我这里哦？哦，你是爸爸的宝贝。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嗯。我忘记我的剧情要自己点了。离家出走，鬼怎么离家出走跟我们一样？你有什么关系？对，跟我没关系、嗯。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这么走。总之，我那个朋友说会把阿姨带回来，跟你们再聊一聊好吗？让你们这些孩子那么担心，我真是不会做到了。我知道，我也在跟他。太好了。哦。话说回来，你们是离家出走吗？那个不是，小时候经常离家出走，每次被父母那时候把他自由，我现在还记得，现在想想真是太不孝哦。真的呀、啊，真的讲，重新生多一个算了。学语文那个还真的，你找都找不回来，那个相当于三年过去，三年这么久的时间不得考虑。哎呦，妈妈回去了，宝贝。他还经常的说。妈妈回去了，宝贝，我已经劝动他了。对，我爱。I'm strong。你也想要什么死的两个人？哎呦，我还可以消闲的玩游戏哦，宝贝。嘿嘿 ，mini game 啊，操！可能啊，我不可能那么差。你觉得我很好吃？你在说什么？哇，宝贝看了都什么剧情啊？怎么变好吃的？我那个人物问那个狮子，你看起来有没有觉得我很好吃？啊？宝贝，你看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好吃？很好吃。嗯，因为我朋友看到，他们就会调侃我了，说我讲话那么肉麻。嗯、哎呦，两个和好了，宝贝。走吧，走吧。谢谢你们，他讲，哎，没有啊。希望你们能忘记今天的事。再见。不可能的。那肯定。喂。离婚。你们离家出走的孩子一定会很伤心，然后这两条是离家出走。又要吵架了 ，Oh my god！ 你们怎么看？宝贝讲，哎，我讲，嗯，你们想跟谁？哼，这我被缠进去了，哎，怎么办呢，宝贝？你选错就会被狮子刺了，哎，啊，怎么呢？我也可以选的嘞，宝贝选什么？我掉了，我感觉剧情会不一样哎。我也不知道哎。嗯。还是一人选一个。还是我选妈妈，因为我感觉如果我跟爸爸，还会把我吃掉。哦，是哦，是哦。OK 啊，宝贝。OK。OK。哎，不能哎，要两个一起选哎。哦。妈妈是什么动物，宝贝？妈妈是羊。哦。好吧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爸爸一直讲没办法的事，跟男女没关系。感觉的确，妈妈应该是，就算他妈妈是太过爱还是什么，儿子想要自由，爸爸就太过放纵，因为不是亲生爸爸。我觉得还是妈妈会比较好。啊，这么他们还是和好的走了没？所以选这样辛苦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咯。我也不知道哦。那些，牧羊，你中意依个啊？依个啊，好耐冇饮咗，依个系咪最普通嗰个？我净系饮过依个啫。依个有一个，我就系记得你饮珍珠。啊，我其他唔饮，好耐冇饮咗，真系。饮珍珠啊！依家有好多个咩？吓？唔系叫你唔好饮咁多，但系冇珍珠又冇饮喎。但系我就记得饮其他噶啦。啊，下次先啦。啱嘅呀，系啊，讲紧你个屋啊，诶，阵间先啦，阵间讲晒佢，啊，多一下，多一下 ，OK， 去。
一下宝贝。嗯，等多一下宝贝，我们 save 了先 ，OK。我更不想回家了，宝贝，很像问题儿童哦。什么？你教坏我？是吗？嗯。是哦，是哦，是我教坏的哦。然后，不懂是不是我跟你看到的东西不同？可能我这里看到你是啊，比较脱理智，没有什么理智。哦。嗯，你那边看我可能也是这样。哎，没有 save 啊？不懂哎。我们过一个有 save 的那个先，宝贝，还是他其实有 save？我觉得是有 save 啊。这么你可以过啊？什么？哪一个？这么你可以过啊？哪里？就这条路啊。我觉得我们看到的不一样，宝贝。我看到那个两个 robot 都跟着你走。我看到两个 robot 你跟着你走。才会站。你过来，你过来这边。OK， 你走过去一步，你听我的。OK， 再走一步。OK， 停。嗯，哎，怎么只有你可以踩啊？怎么我不能踩啊？因为我们看到的都不同的，宝贝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。哦，嗯，来这边。这样我们不能走啊，只有你能踩那个 robot。哦哦，我懂。哦，哇，现在变成了这样子了耶，是吗？这边吗？嗯。哦。然后就没有了，就不够。哦，然后到我踩啊，你踩了吗？我不懂耶，我看不到耶，宝贝。我就只能踩着这个一个吧，我过不去。嗯，给我想一下。我觉得你要再过去那边找什么东西。 OK， 这样我死掉先啊。重要重来的，宝贝，重来。来，因为我没有东西了右边，所以右边我先去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先啊，宝贝。我感觉右边没有东西嘞，因为我有东西也翻不过来呀，宝贝。我试一下看，真的哦，没有东西了嘞。哎呦，电视嘞 ！The fuck！ 还是宝贝，你先去先。我没有，我看了，没有东西。没有，我讲。OK， 宝贝，那我关一下哦。嗯。游戏应该没玩了。我直接关电脑。嗯。直接关电脑。对。